一个憨憨，抓到一个小可爱，就觉得不疯狂了呀，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衣服吧。没点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哦！谢谢驸马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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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驸马呀送来的舞蹈鞋。吃兔兔了没有？没有吃兔头，我还没有吃兔头，我没出去，还没出去买。明天中午排练和彩排，排完了之后，晚上我下午我就出去溜达一圈，然后晚上直播。下午出去买点兔头吃。感谢驸马呀，谢谢摆渡人，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哎呀，完了，我这个人怎么回事？我这个人怎么上不去了？人气难道也卡了吗？你的人气卡了吗？小阿妹，我们在公屏上扣一波一，公屏上扣一波一，让我看看直播间是多少人在呀？公屏上是扣波一，好，还是蛮多的，谢谢你们帮我扣了一，我们继续持续性扣一，一直扣，我跳支开场舞。我跳个开场舞，持续性的扣波一，好不好？持续性的扣波一，我跳开场舞。
的纠缠几何贪快，梦之彼岸坠入泥潭，众人孤单清醒作伴，不再孤单与我作伴，点点关注，家人们，给大家发个福袋哦，再给你们跳一支开场舞。来，感谢无言以对送来的这个礼物，感谢小红，谢小红。然后感谢刚刚我们刚刚第一把，就是感谢扣姐的比心，然后我们第一把 PK 的时候，然后感谢我们的安盖哥哥保护，给我们安盖哥哥再送一支舞蹈，还要给我们小红送一支舞蹈，感谢支持，还有我们的无言以对小姐姐给你送一支舞蹈，我们还要跳三支舞蹈哟，稍微等待一下，跳一支火，哎，我火是不是跳过了？再给你送一支火，好不好？等一下啊，怎么火？咱们把火打在公屏上，家人们。把火打在公屏上，把这只火打在公屏上，咱们直播间需要火，来，我们就是火，咱们就是需要火，燃起，燃起来，我就是火，火不能被谁浇熄。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Come on.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Come on. 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
都是火，我们都是火，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感谢大家支持，深刻的感受到大家的火了，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火，谢谢。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哎，我们听不到。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来，我们跟我们的小红，魅力小红狐跳一支舞蹈哟，给你跳只狐狸好不好？给你跳只狐狸，然后感谢你们的支持啊！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大家可以关注一波，左上角的关注可以关注一波。你们看我们左上角这里有个关注，有没有看到？看到的话可以，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关注。然后咱们右上角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你们的支持，给我们的小红狐跳一只狐狸，希望你会喜欢，感谢支持，谢谢。来，我们跳个小，跳个时候吧，跳一只时候，也不跳个小狐狸下山好不好？因为没有酒杯，跳个小狐狸下山吧。来吧，我们就是跳一个小狐狸下山，送给咱们的小红狐，希望你会喜欢哟。开始我们的表演啦！来，家人们，咱们直播间把我们的小六六扣出来哦，把我们的小六六扣出来哦，感谢支持，谢谢。一只小狐狸下山，送给大家。点赞不要停，然后小六六不要停，感谢小红狐，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感谢支持，我们开始表演了，开始了。
谢谢大家。没有换造型，穿这个衣服。啊！哇，这是谁给我送？感谢小红虎给我送他的嘉年华。家人们，我们一起感谢一下小红虎，感谢你的嘉年华，谢谢你的华子，谢谢，我的妈呀！谢谢大哥华子，咱们的掌管机，咱们的掌管已经集齐了。谢谢姐姐的华子，感谢。我的天哪，好感动哦！希望你会喜欢哦，这支舞蹈送给你。我把这个衣服穿好一点了，等一下。谢谢，感谢小红虎。天哪，我们一起感谢他大哥。我衣服弄一下，衣服弄一下。谢谢，希望你会喜欢。哎，好听啊！这支舞蹈叫做，这支舞蹈叫做，这支舞蹈叫做，我不懂，但是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小狐狸下山下山，小狐狸下山。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谢谢支持，感谢小红虎，谢谢你给我送的浪漫烟花。还想看什么，小红虎？我刚刚是给你啊，我刚刚是给你就是跳舞的，你自己喜欢看什么舞蹈？小红虎，你自己比较喜欢看什么舞蹈？你可以在我直播间点哟，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小红虎的信息哈，你可以在我直播间点哟。嗯，我刚刚给你送的舞蹈，希望你会喜欢，然后你自己点一个好不好？没事，休息休息好了，没关系，我不累，我没关系的。你喜欢看什么？你告诉我，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舞蹈主播，然后就是要给你们跳舞的，累一点没关系，累一点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喜欢，你能开心。发个福袋，家人们。给你们发个福袋啊，发个福袋。哦，好，福袋生成喽，大家就是记得去抢抢福袋哟，记得去抢抢福袋哟，家人们。想看什么？想看什么？想看什么？小红狐。媚眼怎么训练的？这个怎么说呢？想看什么？快点哦，等你哦！感谢如初，谢谢悠悠之心。哦，我不敢跳纯现代，我怕被封号啊，有点害怕。想干什么？没带球。要不这样吧，我不是姐哦，你是哥哥对不对？家人们，小红虎是哥哥，咱们叫哥，胡哥，好不好？胡哥，想干什么舞？胡哥，你有喜欢的曲子吗？你有喜欢的曲子吗？要不跳一个那个吧，好不好？漠河舞厅，咱们就不拿球了。感谢宠儿，谢谢宠儿爱你，谢谢宠儿爱你支持，感谢你。要不给你跳一个，跳一个漠河舞厅怎么样？漠河舞厅这支舞蹈比较，我觉得比较，艺术气息很严重。哦，不能这么形容，就是艺术感特别的。艺术感特别的就是浓厚。谢谢胡哥送来的我们的眼镜，来我们跳一个漠河舞厅，跳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一支舞蹈。
出去了吗，胡哥？胡哥走了。我们等他来了我们再跳吧，我们先跳一个小某人好不好，我们先跳个小某人，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地方比较窄啊，跳个小某人动作没那么开，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还有哦，我们跳舞的时候舞蹈的小楼六千万不要停哦，舞蹈的小楼六千万不要停，小六六不停咱们的舞蹈也不要停哦。哦，说错了，我们的舞蹈不停，小楼六也不要停哦，谢谢。条件有限啊，动作不能做那么开啊，动作不能做那么开，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担待一点哦。欢迎小红狐，谢谢胡哥，我刚准备给你跳舞来着，然后你刚刚没有在直播间了，然后你刚好又来了，然后给你跳一个漠河舞厅好不好，给你送一支漠河舞厅
希望你会喜欢。感谢国祥，谢谢浮生，谢谢家人们给我送的爱心，然后感谢你们帮我点赞。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哦。然后跳一支那个漠河舞厅送给我们的胡歌，希望你会喜欢哦。我们把这首歌搜出来哦，漠河舞厅。家人们，咱们的点赞可以点到十万哦，点赞可以点到十万，感谢支持。点赞可以点到十万，嗯，小溜溜扣起来，小溜溜扣起来，狐狸哥哥，我们一起把小溜溜扣起来啊！这支舞蹈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主要是戴这个耳机动作很局限，希望你会喜欢。狐狸哥哥，感谢阿凯哥哥，谢谢林姐，谢谢支持。我们休息一下。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你让我哥把他。
我们连一下，连一下村长，连村长。这歌，这首歌，哎，好。昨天对我昨天啊很尴尬，昨天被封了。昨天被封了，真的。村长这会在播呢，我们连一下王涛吧。哦，有藏族朋友哦，你好。你好。不是你，小贝姨，你这个，你这换地方了，你这是？嗯，咱们这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就是家电不够。灯光有点暗，哈哈。对啊，你就是怎么？你之前那个呢？就是有没有？我来那个啦，我来就是我来成都，然后来官方这边不是要别人就是年度，然后邀请我，然后做表演嘉宾过来跳舞。哦，这么厉害啊！年度都邀请上你了。没有，我就是怎么稀里糊涂过来的，就是家人们就特别的喜欢我，然后我就稀里糊涂的来到这里了。你看挺好，哎呀，还谦虚，你看这是好就是好嘛，厉害就是厉害嘛，去参加官方的晚会特别好。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是直播不是很方便，因为在酒店直播，然后场地特别局限，然后很多动作都做不了。啊，行，那怎么着？那怎么，怎么玩法呢？谢谢春哥，感谢春哥跑车啊！谢春哥，春哥，我们现在还没在定惩罚，现在还没有开始，破费了。那我们输了的话，我真的想看你跳舞。我是真的不会。随便你吼一下呢。跳舞啊，跳舞是真不会，但是擦玻璃呢，你就站起来擦玻璃就好了。擦玻璃，那你家人们，你要是打赢了我，然后对吧？你说那么费劲，然后看我就在这比划，多没劲。这样吧，我输了，我给大家唱首歌吧，好不好？给你家人们，有新来的，有老家人们，咱们唱首歌，好不好？好，可以。哎，我怎么八分钟啊？这个 PK， 是我连了你，没关系，是我连了你是吗？那我可能设置错了。你连的我，对，你连的我，然后是八分钟。行，那我们惩罚定久一点。输了的话就输了的话，咱们就你唱歌，我干嘛呢？你干嘛呢？你说。你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唱一首歌。可以啊，也没有听过你唱歌，咱们就谁输了就谁就唱首歌吧，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我们不重连了，我不知道。行，可以。来吧。谢谢春哥给我加入粉丝团，感谢你啊。谢你，然后我们就直接闭麦了。咱闭麦。好。谢谢春哥，感谢春哥，谢谢你的粉丝团加入，感谢你的粉丝团加入。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庆应，感应这共振。谢，感谢春哥的支持。停落的秒针，如情浪。不浪费春哥的跑车，感谢你啊！感谢泰哥，谢泰哥，欢迎小宝贝，感谢秦哥，谢谢冰燕，感谢浮生，我要重新设置一下这个 PK 的时间。感谢磊，感谢小锤头，谢小锤头。谢谢小锤头。欢迎大家。拿到什么 PK 吗？小宝贝，我们输了唱歌，打的是总榜，对，总榜。欢迎八戒，感谢宠儿，谢谢宠儿。欢迎八戒哥哥，八戒哥哥今天没有直播啊，可以唱杀猪刀吗？感谢小宝贝，家人们，感谢狐狸哥哥的热气球，谢谢狐狸
哥哥的热气球，谢谢支持。干嘛？谢谢。感谢一生惜一生，能给次机会给次机会吧，人家唱歌也不是那么难听，其实。好歹我唱歌得过奖啊！感谢名师，谢谢名师的花火，感谢狐狸哥哥的墨镜，谢谢狐狸哥哥的墨镜支持，感谢小小狐狸，谢谢杜娥，感谢淡然，谢谢淡然，谢谢小二妹，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一起感谢一下榜上的大哥大哥哥大姐姐们给我送来的礼物支持，然后我们关注一下榜一榜二榜三，你们了，谢谢。总共三个人，总共三个人第三名。欢迎大家，谁说的比赛参加的人好多呢。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全全，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欢迎欢迎从头再来，欢迎欢迎菲菲，欢迎冰哥，欢迎宝藏哥哥，欢迎迪尔，欢迎无理取闹。哎，无理取闹，你偷偷看我。啊，感谢杜娥，谢谢天堂鸟。欢迎走进直播间朋友。说实话，唱歌说话都没底气。谁说的？我最有底气了。感谢人生如戏，还有四分钟。感谢小狐狸哥哥，谢谢狐狸哥哥。嘿嘿，谢谢小狐狸哥哥，感谢，谢谢小狐狸哥哥支持，感谢小狐狸哥捧出大队，咱们家也可以。把票拉到7000，咱们家也可以把票拉到7000。此时此刻咱们的票已经到达8000了。此时此刻已经8000了。咱们就是说不定这一把还能拿捏对面，家人们。哇，恭喜小红狐光明了礼物，感谢你，谢谢你帮我光明了。Thank you， 谢谢小红哥。欢迎美人儿，欢迎美人儿。还有最后三分钟，哎，最后三分钟支持，欢迎大家。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啊，家人们。还有最后2分43秒。今天朋友们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关注，谢谢娘娘，感谢娘娘的墨镜支持啊，感谢娘娘的墨镜，感谢欢迎杰少哥哥，欢迎杰少哥哥进入直播间，欢迎袁哥走进直播间，谢谢支持，欢迎 iPhone， 呵呵，欢迎大漂亮，欢迎杰少哥哥，感谢阿能善，谢谢阿能善，谢谢，哎呦。欢迎走进直播间朋友，感谢爷点赞，谢爷点赞，欢迎石头，感谢阿南山，谢谢阿南山，感谢北门，谢谢阿南山，谢谢，感谢北门，谢谢北门，感谢四少，谢谢，欢迎勿扰，欢迎，哇，对面打过来了，还有最后1分52秒，感谢淡然，谢谢无可奈何，家人们，此时此刻咱们需要用爱心打过去了，我们需要守塔了，家人们。我们家人们一起众筹，我们一起努力。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感谢破晓，破晓。守塔了，欢迎老周。哇，这个实力真的是。感谢薄荷，谢谢薄荷。团结，家人们，公屏上守一波团结。公屏上走一步团结，还有最后1分钟，最后1分钟。对，他是演员，没错。感谢 Sarah， 谢谢 Sarah， 谢 Sarah， 欢迎无可奈何，感谢 Sarah， 感谢薄荷，还有就50秒钟，团结打在公屏上，感谢 Sarah， 谢谢你们。
咱们有小爱心的可以走一波小爱心，家人们有小爱心的可以走一波小爱心。感谢薄荷，谢 Sara， 感谢北门，谢谢北门，感谢无可奈何，感谢哈南山。最后的30秒喽！感谢小胡，感谢小狐狸哥哥，谢谢你给我送来的跑车大队，感谢狐狸哥，谢谢我狐狸哥哥，感谢Sara，谢谢叶子，感谢哈南山，最后15秒钟了，感谢我小狐狸哥，没事，感谢一下小狐狸哥，感谢宝儿，感谢夏萌的宝儿送的。谢谢叶子，感谢Sara，谢谢叶子，感谢叶子的爱心，最后3秒钟，守住，感谢，就是谢谢无理取闹送来的熊猫滚滚，感谢你，谢谢我们的无理取闹哥哥送来的熊猫滚滚，感谢季节，感谢小师妹，谢谢昭君哥哥，感谢上帝，谢谢雪儿，感谢小狐狸哥哥，感谢无理取闹哥哥，感谢春哥，谢谢明世，感谢宠儿，谢谢聂师，感谢人生如戏，谢谢杜文，感谢小 A， 谢谢浮生似水，感谢我们家人们的支持，咱们支持，这回我们有一次表演的机会了。Hello， 小佩仪。唱首歌。有什么想听的吗？没事，你就来吧，也反正也没听过你唱歌。好，把门关着啊，把门关着，把门关起来。那我就献丑了。献丑了。喂，喂，猪，你怎么在打呼？呼噜噜，呼噜噜，你梦见了什么？这飞兔的耳朵，屁股黑烟溜溜，只能又慢慢走，走累了就睡了。喂，猪，你怎么在打呼？呼噜噜，呼噜噜，你听见了什么？胖成这样了，说好的减肥的，照这样下去了，找不到幸福了。你的腰围是那么粗，说不留咱家的苦。你的皮肤那么白，会不会是欠了债？把你骗到房间来，变成善良小可爱。看那漂亮姑娘，你不能乱来。你的肚子是那么鼓，装不了咱家的苦。你的皮肤那么白，会不会欠了债？把你变成超级无敌的超级小可爱。听说你的前身特别帅，特别帅。我不知道你在乐什么，反正我估计你的公屏跟我的公屏说的话差不多。对，然后他们说，以后还是跳舞吧。为了脚趾特地。挺好。辛苦了，小佩仪。你们会喜欢。喜欢，你家人们肯定会喜欢。好，下次再给你们唱。那。好了，好嘞，拜拜，下次还唱，下次别唱了，下次跳舞吧。唱。拜拜。拜拜。快，快闪。闪的好快哦！谢谢。这个，家人们，我们是不是对被对面嫌弃了？谢谢小狐狸哥哥，感谢无理取闹，感谢农宠儿，谢谢明世，谢谢家人们，我们给榜上的榜一、榜二、榜三都点一点我们的关注，感谢你们的支持。年初阁是吗？他好像，他是下了吗？他下了呀，诸葛他下了。算了吧，我们他下了，咱们连不了他了。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我连一个古筝主播好不好？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朋友，我从来没有连过他。我们去连一个，
演个古筝主播。稍等一下哈。好像有连过，家人们连没连过？好像没连过。我没连错吧？应该是。好，完全自我，唱歌不是要自信呀？自信一点啊！小龙你好。Hello， 我的天哪！你怎么了？我的天哪！佩仪，晚上好，很高兴认识你，我是你的小粉丝哎，我是你的小粉丝哎。哎呀，都不好意思，我给你点了个关注，我看你好像有点心情不好哟。啊，对，有点今天。嗯，没事，心情放好一点，开心开心一点。谢谢谢谢。我比你黑十个度，我好黑呀、啊。你这是在哪里直播呀？我在酒店里直播，欢迎模样哥哥回家。我在酒店里直播，我在那个四川，我在四川成都。你去参加那个抖音的活动去了，对吧？对，我是别人嘉宾，就过来跳一支舞。哦。这边要待一个星期，差不多十六。哇塞！对的。哇塞！太棒了。我都很温柔的，家人们。太优秀了。没有，你认识我时间长一点，你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我就今天比较温柔。可能是因为你今天可能有点情绪有点波动，对吧？对，是我们就今天心情比较复杂，来个才艺局呗，让大家就认识一下你，然后有什么。好的好的，谢谢咱们家的家人们，你们都点了佩仪的关注吧？咱们家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家的家人们，大家都点点对面的关注，好不好？没事没事，我们今天我超级喜欢小佩仪的。我们不 PK 了，我们今天就才艺吧，好不好？好。一个才艺。好嘞。好，家人们，我们这把不 PK， 我们就认识认识一下，就来一个我们看，你想点了是吗？就是喜欢。你有什么好的曲子吗？啊，我想一想，我先还是你先，还是咱们合作一下？你先弹一个吧，你先弹一个。好，我看一下我这是什么。我们先弹，一人弹一个，然后再一起。我先是 D 调，那我。我弹一个，大家有想听的歌没有？你们家的家人们有想听的曲子吗？都可以，看你自己就是哪个比较拿手一点的。拿手的呀，拿手的，拿手的最近都不拿手了，因为我做了个指甲，然后弹琴就不太方便了。那咋整？那怎么办？我要不我弹一首，我弹一个，你们家应该会比较喜欢古风的歌吧？我弹一首那个古风的，咱们家的家人们，古风的我弹什么歌呢？哎呀，太突然了，佩仪。没事，不要紧张，不要。那这样吧，我来一首《痴情种》吧，好不好？好，可以，这个曲子很好听。好。好，那我弹一首《痴情种》，送给佩仪，送给佩仪家的。哥哥姐姐们，辛苦了，辛苦了。痴情种，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送给洛洛的每份礼物，痴情种送给咱们两边的家人们。谢谢谢谢佩仪，也谢谢你们家的小姐姐，哇哇，谢谢特别多，然后谢谢小 A 小姐姐。那我就唱一首《青花瓷》吧，配你的曲子，你的曲子是比较偏仙的，我也配一个这种《青花瓷》，好不好？好嘞。来，咱们掌声有请一下，我们有眼福啦，咱们家的家人们。咱们就是一支青花瓷送给两边的朋友，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没有音响，我戴耳机跳哦，因为我听不到音乐，场地比较受局限。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可能你会有一点受影响。多少会有一点点，我们不要紧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饱眼福。欢迎张张哥哥，那好，那我们就开始喽。一支舞蹈送给两位的朋友，希望大家会喜欢。咱们家的家人们，我们给佩仪来点掌声好不好？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夜色别打捞起，
谢佩仪，谢谢佩仪，咱们家的家人们，你们的掌声呢？大家都给我去给佩仪送一波掌声，送一波小能站站榜的给佩仪站站榜，好不好？咱们家的家人们，不用，太好看了，我都看入迷了。喜欢，能够认识你就很开心，然后咱们家也希望咱们两个人能够合作一曲，看有什么好的曲目能够一起合作一下，可以。好的，谢咖啡，可以的。那我记得你是跳古风的舞蹈，对，古典舞的，那咱们那我们合作什么歌呢？欢迎小鱼哥哥，都可以。芙蓉雨、美人鱼、相思。美人鱼也行。半壶纱。美人鱼吧。好。美人鱼。那我这边放伴奏吗？你呢？你可以弹不？弹不？我可以。那你弹一个，我跳一个。我们给大家来一个视觉和听觉的盛宴。那好嘞，那我这边放伴奏啦。行，你那边放伴奏吧，我这边可能如果放的话。你看一下伴奏声音大小可以不？可以。哦，我这可以。好，没关系，没事儿。家人们，咱们稍等一下。是的，我们也666走一走，鼓励的掌声走一走，好不好？咱们家的家人们，谢谢大家。我准备好了，好。你看一下这个音乐大小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好。
了，辛苦了。美人吟送给咱们两边的家人们，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没有，没有，没有，我早知道你今天，早知道今天可以认识你，我就把我的古筝调一下。谢谢小熊，很好了，我们下次还可以连呢，又不是连这一次，我们下次，等我回去吧，好不好？等我回，因为我现在那个四川，等我回常德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玩一下。好的，好的，谢谢。下个星期吧。很高兴认识你，佩仪。我也是，我也是。当然，咱们去给对面点点关注，真的是一个很努力、谢谢很好听的一个女孩子，我们给她点点关注，辛苦了。谢谢谢谢，咱们家的家人们，我们也点点佩仪的关注。咱们家没点佩仪关注的，我们都把佩仪的关注点点。佩仪是小洛非常非常喜欢的主播，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的主播。也是，而且啊，你是常德的，我也是湖南的，我是湖南长沙的，就是老乡啊，老乡哎，老乡对，泪汪汪。哦，那我们下次就是有时间再玩，好不好？好嘞，辛苦了，辛苦了、谢谢。那也祝你和家人们玩开心哦。好，你们也是哦，你几点就下呢？我应该12点吧，我应该12点多吧。行，那好。就我们下次再玩，好不好？好嘞。我们过去没点，谢谢，没点关注。好，那我们就先走喽。好的，拜拜，佩仪。拜拜。祝你们玩开心啊、嗯！谢谢小 A。好，我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感谢支持。我放一首歌曲，今天刚刚给你们带来了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希望大家会喜欢哦。连玉帝哥哥，那咱们就再连一把吧。你该睡觉了，佩佩。好，我把这把连了，我就休息，好不好？咦，很奇怪哦，玉帝好像这是先下了吗？那咱们就换一个人，好不好？咱们就换一个人再玩一局，换一个人再玩一局。然后今天差不多我们就。要下直播啦！村长下播了，没看到他，他可能是那把 PK 打得太猛了，然后就下了。就是，我好黑呀！你好，Hello， 你好。你应该是开的那个光太暗了，开的光太暗了。感谢神奇加拉宝啊！啊，迷带灯打灯打光灯是吧？啊，这样会不会好一点？是朦胧美。你好，你好，我是一个古典舞主播，刚刚在上面连的你。然后在哪里连的我？就是在那个 PK 的那个里面。啊，行，你是什么主播？我是我这样说话，我是古典舞主播。跳舞的。好，那你输了，跳个舞。好，那你是什么类型的呢？我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杂技主播。我给你来个杂技。那要不你输了给我表演个杂技？我输了给你来个杂技。卡屏。还可以，不行，可以。你是10分钟，你要不重新连一下我5分钟吧？我给你点个关注哈，我太久了，我给你点个关注，然后我先挂了，重新给你连过来。好，你重新连一下我。你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吗？给你点了。好，那我重连你啊。好的，我把那个 PK 的改成300秒，我搞成900那个600秒了，还是声音很小吗？喂。Hello， 好，这个老难看了。好，那我们就好来闭麦。好，闭麦。我这嗓子还没打开呢，嗓子还是闭麦了。我们就是玩个小 PK 了，今天的最后一把 PK 了。
其实我今天，其实我特别很想连那个孔小迪，谢谢小 A， 感谢小 A， 我想连孔小迪，因为上次没跟他连，他昨天连我了，因为我听不到对面声音，然后我就没连他。我今天好像没有在上面看到他，我一会儿再看看他，可能没开播。啊？我怎么没看到村长呢？我明天早上10:40就要出发，我明天早上9点钟要起床。如果我9点钟起床的话，我还得吃早餐，我可能8点钟就要起床吃早餐。我今天还得早点休息，不然明天排练的话要晕倒在排练场了。官方的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今天，我感觉我拿了这个 PK， 拿了这个话筒直播好奇怪啊。对，9天有自助餐，我下楼，我在1楼就可以吃。辛苦培养啊，培养什么？培养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嗯，感谢乐乐，谢谢乐乐。我们还有最后3分20秒钟的时间，家人们可以帮忙一起守守塔呀，帮忙一起守守塔。感谢支持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谢谢支持。我要不等一会儿再看一下那个孔小迪有没有下播，可以和他玩一下。感谢涵涵，感谢星星，谢谢。或者在 PK， 家人们还在是吗？那我一会儿连过去试试，因为他昨天连我不连过去都怪了。感谢嘟嘟，感谢颖儿，家人们，咱们还有2分45秒钟，要不要一起守一波塔塔？感谢颖儿，谢谢 Cherry， 感谢 Cherry。谢谢颖儿，感谢 Cherry， 感谢，欢迎安妮，欢迎安妮，欢迎知音，欢迎朱小乐，欢迎朱小乐，欢迎蓝天，欢迎蓝天。家人们可以守塔，我们有爱心的可以送送我们的小爱心哦，有爱心的可以送小爱心。感谢顶哥的爱心支持，感谢雨的记忆送的爱心，谢谢。感谢，欢迎用户，感谢叶子，谢谢叶子的爱心，感谢叶子的爱心，谢谢涵涵的爱心，谢谢你的爱心支持，感谢，谢谢叶子，感谢静好。有没有人帮忙一起守护塔？我们有爱心可以组包爱心，把爱心条打一打，谢谢。没点关注朋友们点点关注，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感谢小鱼，谢谢我小鱼哥哥送来的比心。今天能看到小鱼哥哥，欢迎神秘人5061，感谢小鱼，谢谢小鱼比心。我刚刚那会儿人还挺多的，就掉人了。怎么黑屏呢？亮度有点低。感谢小鱼，谢谢小鱼，感谢无可奈何，感谢无可奈何，感谢宠儿，谢宠儿送来的礼话筒，谢谢宠儿姐的礼话筒，感谢小鱼的比心啊，谢谢小鱼的比心。加油，感谢 F 哥哥，感谢雨的记忆，谢谢雨的记忆支持，谢谢支持。感谢人生，谢谢人生，感谢生凑，谢谢生凑。还有最后的1分钟啊，感谢生凑，感谢人生如常，谢谢婷儿，谢谢婷儿。欢迎最初模样哥哥，剩下的都是真爱的，剩下的都是有粉丝灯牌的。都是有粉丝灯牌的。谢谢你们加入我的粉丝灯牌哦，还有最后40秒钟，家人们可以守守塔塔。感谢你们，谢谢回忆，谢谢阿坚，感谢阿坚。还有最后30秒钟了，感谢古月山，谢谢古月山，没念错吧？感谢一本正经啊，谢谢一本正经。谢谢小鱼送来的比心，感谢小鱼。还有最后的15秒了，感谢小狐狸哥哥的跑车，谢谢你，哇，谢谢你跑车大队，感谢小鱼哥哥，谢谢我们的小狐狸哥哥的跑车大队。最后5秒钟了，感谢诗诗，谢谢诗诗的520，感谢诗诗的520，谢谢憨厚，我们拿下了，各位上，我们走一波，拿下。谢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有你们真好。
感谢小胡，谢谢小鱼，感谢诗诗，谢谢小 A， 感谢宠儿，谢谢北门，谢谢叶子，感谢无可奈何，感谢深秋，谢谢半盏，谢谢我们家人们，这把就是保护我，谢谢你们。把这个，我把那个没打开。等一下，我去拿个，我去拿个道具啊。啊，还有道具，还有道具，还有道具。这杂技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感谢小蘑菇，谢小蘑菇，厉害了，我们的小狐狸哥哥锁塔真的是很棒哦，谢谢。我们给榜一、榜二、榜三都点点关注，家人们，给小胡哥、宠儿、无理取闹，还有小鱼哥哥，都给他们点点关注，都给他们点点关注，感谢你们的支持。没事，老板会，你们又来了。可以可以，但是要试试好好，一会儿就睡了。我每次一打个 PK， 你们都说老板会，没事，我去。谢谢诗诗的关心。等一下啊。好。来看好了啊！看好了，我给你变个魔术。不要眨眼睛啊！不要眨眼睛。好。看好了啊！这是一根整的。只是应该整的棒，掰不断的啊，掰不断的。好，现在把它掰碎，把它掰成三瓣。哎，它为什么会断呢？把它掰成三个段的。现在成了三个段的了啊。然后我再把它变成整的。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你吹一口气，三二一，来鼓掌！家人们，这个魔术，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没有啊？家人们，我卡了。我这个手比较厉害，只要一摸它就能够。要不信你试一下，你那个你们把，我卡了，我看完你那个什么魔术，我卡，我整个人卡住了。真的，我会合成术，要不你们试一下吧，那个把头剁下来，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合上。家伙卡住了，家伙。把头拿下来，看我能不能再给你合上。变得太好了，直接把我卡住。哎，我卡住了。好。行，我再去回家走了，回家进修去了。这么厉害，还行吧？下次。他卡了，他真的卡了。我真的卡住了。好嘞。真的卡住了。不耽误你了，不耽误你，我们下次再玩。不是你卡住了，是我把你定住了，我给你点的穴。快把我解开！快把我解开！等过一会儿你就自动解开了，给你定了一分钟，过一分钟你就解开了。可以可以，这个魔术我们非常喜欢，我们非常喜欢。然后你看买一赠一，还给你展现了一下我这个点穴。好，一会儿记得帮我把穴点了。好嘞，好好。好，拜拜。那我先走了，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哈。好，拜拜。拜拜。家人们，咱们就是只要播一个小时，我就会卡一下，播一个小时就卡一下，好像是的。我刚刚播一个小时卡了，然后这会儿播一个小时又卡了。救命呀，你说是不是因为看了一个魔术然后把我看卡了呀？无语了，家人们，要不给你们唱首歌吧。这样吧，我觉得今天能认识小狐狸哥哥很开心，我本来说是想给你唱一次结束我送给你的，但是呢我也不想就是下了这重上会影响，就是它会影响我的导流，然后我就想着是要不我就给你唱首歌，没办法，真没办法，我也不想给你唱，但是我只有这个才艺，此时此刻只能表演这个才艺，我希望你会喜欢，然后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给榜一、榜二、榜三、榜四都点点关注，你不介意，不介意就行，你不介意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直接就开唱了啊。有什么喜欢听的歌不？狐狸哥哥，你有什么喜欢听的歌不？要不我给你唱个小野猫。你的才艺不尴尬，
我给你唱个小野猫好不好？小野猫，咱们就是说视频卡了，才艺来凑。小野猫，百万个吻啊。哦，那要不我们唱百万个吻呗。唱什么呢？唱百万个吻吧，我觉得挺好听的。小野猫这个歌有点不是很好唱。这样吧，小狐狸哥哥给你唱个百万个吻。百万，百万个吻。哦 ,kiss,kiss。哈哈哈哈。哦，那我来了哟。来一只百万个吻送给我们的小狐狸哥哥。感谢你今天这么支持我，第一天来我直播间，很开心认识你哦。开始喽。家人们，咱们唱歌的时候，咱们把小六六扣在公屏上哟，把小六六扣在公屏上哟。我想我们前生一定是情人，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我想想你一定百万个吻。我 kiss kiss kiss， 只允许你一人，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划过我心门。我 kiss kiss。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深沉。百万个吻，左边的观众，前面的观众，右边的观众，跟我一起把小六六扣起来。我喜欢你样子，一丝丝的犹豫和一丝丝欢喜，不求你一辈子，只希望能拥有百万个人生。我、kiss kiss kiss， 我左等我右等，等一颗心和发亮的灵魂进到你灵魂。我、kiss kiss kiss，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醒过你一夜前尘。百万个Millions of kiss， 家人们，谢谢小鱼。我想我们前生一定是情人，我什么不会爱你这样深。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我想想你一定百万个眼神。哦、kiss kiss kiss， 只允许你一人，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划过我心门。哦、kiss kiss kiss，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成真。百万个吻，谢谢重启哥哥的捧场，家人们艾特一波重启哥，劝一下他，给他点关注。谢谢我们的狐狸哥哥的花花。一丝丝的犹豫和一丝丝欢喜，一辈子只希望能拥有百万个人生。我 kiss kiss kiss， 我左等我右等，等一颗心动你灵魂。我 kiss kiss kiss，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成真。百万个吻 kiss kiss， 只允许你一人，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划过我心门。我 kiss kiss kiss，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成真。百万
这首歌我是开玩笑的，我其实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唱歌其实进步很多，比魏珠好听多了。谢谢小鱼哥的鼓励，我真的我突然发现我能成这样都是你们惯的。我跟你们说，感谢小鱼的比心。我跟你们说，这首歌真的我觉得唱的真的很一般。我有一首歌真的特别走心，这首歌呢就一直想给你们唱。为什么想给你们唱呢？因为这首歌它的每一句词每一曲调对我来说都让我非常感动。因为直播两个多月，快两个月了，然后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福气，也是我最大的幸运。然后给你们唱一首《小幸运》，《小幸运》送给你们。这首歌特别真的很好听，就是代表了我对你们的，代表了你们对我的喜欢。然后我对于我来说，认识你们就是我，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笔幸运了。这首歌我会很用心的唱完，唱完了之后，咱们就，哎，小迪连我了。等一下，我先开个麦跟他说会儿话。小迪姐，我卡住了。哇，你真的卡了？如果咱们玩的话，我给你唱首歌好不好？啊，你不行，不行！你不要，不是，不要嫌弃我。你，哇塞，你真的是卡住了，我的天哪！这样吧，我就这把输了，给你唱首歌。可以，行，好，我们就这么玩，怎样都好，你说什么都好。我本来想跟你合作一个，我唱你跳。本来我就是想着下了重上的，或者就会影响流量，然后我刚好要下了嘛，最后一局打完了之后把歌一唱，然后我就下了。明天要排练，怕来不及了。啊 ，OK， 没问题。本来早就想连你的，然后结果卡住了，唉，时机不昧。同意，可以。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 OK， 好，直接开始，家人们，就是就。就是咱们就是说，因为之前就想连小迪了，然后他唱歌真的很好听，唱歌真的很好听很好听。我们把这把打完了之后，就是再给你们就是唱一首这首走心的曲子。感谢小 A 的支持，谢谢。怎么感觉我声音变了？就把放首歌。雨一夜深深沉默。其实此刻大家都就把我当成那种电台主播好不好？电台主播。谢谢小爱，给这小蚂蚁。加油！哎，你们看不到我，真的是。感谢默默。谢谢蛋蛋，感谢梦梦，谢谢默然，感谢乌克奈何，谢谢葱，感谢默然。大家好，我是声优，我是声优。小胡哥走了是吗？没事，咱还没解决呢。怎么说呢？就可能那个刚刚那个魔术弧射太长了，还没反应过来。感谢小 A， 谢谢星空，感谢星空，谢谢花哥支持，感谢小 A 的兔子，感谢小 A 的兔子支持，谢谢家人们，怎么这把可以守一守哦？可以守一守的。你们要是不想听我唱歌的话，可以听对面唱歌，对面唱歌真的很好听，很好听。感谢星辰，谢星辰，感谢小爱的兔子支持，谢小爱，欢迎我是一只支持走进直播间，欢迎你。感谢用户幺六幺，感谢用户幺六幺，谢谢小爱，谢小爱的舞鞋，谢谢小赖赖，感谢唯一送来的热气球，谢谢你的热气球，感谢你。十五号表演，16号咱们就走了。16号就走了，家人们，还有走一分40秒钟，你们还没有机会去，就是把这把 PK 就是再守一守。我跟你们说，家人们，有大哥给我发信息问我，佩仪是你本人吗？你在唱歌吗？我好想说，是我。还有1分19秒钟，家人们。
昆明山走一波团结，昆明山走一波团结，昆明山走一波团结。我们现在把这个 PK 打完，然后把这个打完了，我们就不打了。团结团结，打在公屏上，家人们。虽然直播间只有396个人，但咱们这把 PK 的话，咱们这把 PK 还是可以努力的。虽然咱们就看不到人，感谢小鱼比心，谢小鱼比心。哇，这是怎么回事？感谢乌克奈何，谢小鱼。对面就这么想听我唱歌吗？这么想听我唱歌吗？家人们，对面是专业的。感谢小鱼，这边是专业的。我很害怕，突然，家人们，突然很害怕。对面是专业的，唱歌的，怎么办？对面唱歌很好听，我在旁边唱歌。谢谢小鱼，时间硕士。救命啊！感谢小鱼，有没有人守护他？还有最后四秒，欢迎许峰，感谢汪月，谢，感谢小 A， 谢谢小鱼，感谢北雨姐姐，感谢无可奈何，感谢用户，感谢用户1611，谢谢你压着我腿麻了，感谢花竹花哥，谢谢星空，感谢默然，谢谢小鱼，谢谢你们的支持，感谢。等一下，把这个麦打开。惩罚是佩仪唱歌那样哭了。佩仪他们说听你唱歌要哭的，真的假的？我唱歌跟你说，我拿过奖的。人家唱的很好的，好吗？哎，你们家的过来说的啊。没有，不是，我跟你说，我唱歌拿过奖，初中的时候拿过3种奖。哦，真的？真的不骗。哇，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行。不唱多了，不唱多了。妹妹，你想唱多少，我就听多少。好东西只能唱一半。我好好奇啊。哪一首？阿刁。阿刁。你这歌挺难唱的，好，我们期待。哎，我觉得卡在那儿也挺好的，下次我也卡一下。嗯。前奏有点长呀。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突如一样，确实得获奖。山顶上打着四门前铺满阳光，带一壶天茶，我们聊着过往。阿爹，等一下，唱快了。加油加油，小六哭一波，小六哭一波。阿刁，你总把自己打扮得像男孩子一样，可比哥仨还顽强。山日哥你要走了，好的。阿刁，我把山哥唱走了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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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你，你别走，不怪你，我还没唱完呢。不管你，你继续。走马道，非常棒。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你很少说话，简单的回答。明天你在哪里？谁会在意你？即使倒在路上。结束风烛，狂火自由，像风一样吹过坎坷。
不平的路途，慢慢的脚步婆娑，慢慢的足迹斑驳，或者这一丝痕迹，我长人了，好像我很后悔，因为头发能不能你笑我想笑，我真的我很认真的，你不要笑，你继续，你这个拿奖的，你继续。美丽的花阿刁，明天是否能吃顿饱饭，你习惯孤独是一种信仰。阿刁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你不是这世间的人吗？我要哭了，是不是有人给我买粉了呀？哎，你怎么唱歌？你怎么唱歌那边还涨粉的？什么情况？你好，小佩仪，你以后不要跳舞了，唱歌。刚才涨到了900。不唱了，收。咱们就说，刚才是个什么声音？涨粉了，天哪！谢谢我，给谢我。不行了，我觉得，哎，不是，我刚刚把你家大哥给唱跑了，我好罪孽深重呀。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有才。哎，不是他的这个唱怎么样？你就做一个专业。我觉得你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乐，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我听的我都要，我就听的我首先是笑的不行，我已经要就是控制不住了，就是笑的，然后我后来我感觉我都要哭了，感觉。对面唱哭了，咱们怎么说？咱们的情感还是用的挺到位的。说格莱美第一，然后我们家榜一小哥说再来。再来一首。再来。下次。再来一首。被爆了。不是天空，你是觉得他唱歌比跳舞还要好是吗？是这个意思吗？谢谢老张头的花花，谢谢你。那你哎，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首啊，宝宝？还来呀、啊？啊，我觉得真的太好了，唱歌，觉得有自己的风格，对。爱上我了，这样吧，我要不明天不卡了，给你们跳个舞，好不好？感谢我的歉意。笑死我了，唱歌太卡了。我感觉你刚才唱的时候，这个歌我已经被你带的不会唱了。不可能。可以，太可爱了。可以，太可爱了。大哥跟我说我很扎心，大哥跟我说我今天认识的大哥小狐狸哥哥，他说明天不来了。啊，小狐狸是个哥哥呀，我刚才还说呢，我刚才还说、你怎么哥哥怎么还叫小狐狸啊？直播间他刚刚听我唱阿刁，他说明天不来了。太可爱了。你是第一次唱歌吗？没有啊，不是，我跟你说了，我初中可以吗？初中的时候拿过第三名，拿过第三名。哎呀，你这个评委是不是体育老师？啊，喜欢狐狸的哥哥，太可爱了，要命还来。我卡了，就卡了之后就人像了。不，明天吧，明天给你们跳舞。行，好。明天 OK， 只唱一首好歌，只唱一首 OK， 行，好，没问题，我明天看你跳舞啊。好，明天好，行、走啦。好，辛苦啦，辛苦啦，你才辛苦。我不辛苦，你们辛苦。你太可爱了，你太可爱了。行，我走啦，拜拜，明天再找你玩。OK， 拜拜。好，拜拜。好，家人们，我卡住了。咱们就是说，小狐狸哥说听完我的歌声明天不来了，咱们是不是多多少少把那个狐狸哥哥绑一下，把他绑住好不好？用那个捆绳绑住，然后给你唱打呵，想到你。完了，麦克风掉了。哎，能听到我说话吗？就是我买的麦克风呀，能听到吗？
捆起来，然后每天给你就是唱一首歌，每天给你洗脑一次，然后你就不会走了。哦，对了，跟你们说了，刚刚说就是在我就会把 PK 唱完了之后，P 完了之后给你们唱歌。小心，没有声音了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完了，能听到声音的扣一个一，能听到声音的扣个一，有，好家伙，你是不是不想听我唱歌，把声音给关了？好过分啊！啊，这是谁？刚这是谁说了？我看看，是谁说了？说这句话的，你是把我的声音给关了，不想听我唱歌？哼，我就得唱，我要唱歌。小幸运，一会这样吧，咱们就是没声音吗？有声音不？没声音，我把这个声音完了，我把怎么办呀？我把这个声卡摔坏了呀？有吗？没有？有没有声音？我再问一遍啊，有没有声音啊？有声音的扣二，没有声音啊？有声音的扣一，没有声音的扣二。有声音扣一，没有声音扣二。有声音扣一，没有声音扣二。有声音扣一，没有声音扣二。扣二，那个扣二的人，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说这个呢？你看你就，你就是骗我的。我们家以后咱们的那个就是鼠标怎么又不动了？就是外面真的条件很艰苦呀。咱们就是以后就是小幸运哈，就是咱们的就是团歌小幸运团歌。那可不，小幸运哈，完了，我这个小幸运啊，这是一首，就是认识大家，就是直播两个月，就很开心能够认识你们，带给我很多快乐，然后每天都守着我开播，然后给了我很多非常好的建议，然后为我的直播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后直播间我很开心还能够就是短短两个月还能够来到现场，能够来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我能够在抖音官方这边还能够有一个表演的机会，就是特别感谢你们，没有打比赛也能够来到官方现场，很开心。一首《小幸运》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我听见雨滴落在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你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会有多幸运。一首《小幸运》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送给我的五二幺家人们。真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给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生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气，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有你们多幸运。谢谢大家，感谢你们每天对我的守护。谢谢，今天很开心。感谢小鱼送来的比心支持，我们现在已经到十二点钟啦。感谢小鱼送来的比心，谢谢你，谢谢小鱼的比心，谢谢你的礼物支持。然后我们今天要结束了，美好的事情，美好的夜晚，咱们今天晚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开心。没有烦恼，然后怎么感觉我嗓子哑了？咱们就是说，今天晚上就先播到这里了。咱们公屏上走一波五二幺，五二幺爱你哟，晚安。五二幺老规矩，五二幺，五二幺爱你哟，晚安。五二幺。爱你哟，晚安，宝宝们，宝宝们，咱们扣一波五二幺，爱你哟，晚安，我们明天见，爱你们每一天，拜拜，我走了。